现场呢，在交通现场，其实原本呢要把这个叶姓女子给拉出来，不过呢，由于呢这余震又开始了，警报又响起了，而且呢，这个震度是相当大的，所有搜救人员呢是都站在上面，其实相当有危险的。现在发生震，慎防强烈晃。那目前呢，你可以看到呢，这个路牌呢是都还在摇晃当中，因为呢，这个刚刚在现场呢又地震了，余震是相当多，而且不断让我们的原本的搜救人员呢是要将这个叶姓女子给救出来，不过呢，因为这个地震的关系，现在目前他们把这个状况呢在。